我是莎拉，嗨，大家好，我是玲玲，欢迎来到玲玲美聊区。那我今天讲话就会有点快，因为你们这台相机有时候会突然没电，所以我就讲话快一点，然后仔细听清楚。那我们今天要做的是纸娃娃小书，那我封面还没做好，因为封面这里要有一个纸娃娃，所以我就空着。然后呢，再来我们纸娃娃打开，我第一页已经做好了，然后我们就放一个小书进去，那个小书可以剪掉，因为它是来做衣服的。然后呢，接下来我们要介绍材料咯，就是工具有剪刀，还有这个是铅笔，然后这个是橡皮擦，再来是订书针，一盒订书针，这个是订书机，再来是这个是尺。好，那接下来我们装饰的东西有，哇哇，我们学校的也装饰有闪亮胶带贴，这一盒是分开，这一盒是一个的，然后这一盒是整条的。好，那我们就放在一旁。再来最后一个就是我们的贴纸，这是直接去和风百货买的。好，那我们接下来要开始做咯 ，Let's go。那这个书大家自己参考做。然后呢，接下来我们要做的是他的他的头发。好，那头发我们要先哦，需要有纸娃娃。那我们的纸娃娃大不多跟这个一样。那我们这个再直接设计。好，我们要设计的东西。直接随便拿一张很大的 A4 纸，好，然后把这个东西拿到上面，涂一张出来就好了。好，再来，好，那我们要好做我们的头围之后把它接起来。然后头围之后，我们先来做它的刘海，所以我们就做这样。好，接下来第二个做好了，我们要做下一个。好，这样子就好了。然后接下来我们也要把它拼起来。好，那我们做好之后，我们接下来把它剪下来。好，这样就好了。再来要剪另外一个，讲话速度也点快，观众啊，听清楚，我第一次讲话讲那么快，这么迟话走啊？美，不要在旁边专心玩你的。跟你说，观众，我跟你们说，其实我很会做美啦，我两颗手指。妈妈妈，我两颗脚趾呢。好，这样最后，哦，好累哦，这把好酸哦，把这样子粘起来就好。那我们要就这样，什么事？你拿给我，我们靠走过去。好，再来，计数机，这个是头发。这就是我们的头发，它可以开，然后就可以挂上去。然后接下来我们要涂色的步骤，拿一支黄色的彩色笔。它被我贴圆点贴了。对，我妹还贴。Oh my god！ 就是要这个圆点贴贴这个的。妹妹就黄色的彩色笔，黄色的彩色笔。好，我们先做来做其他的。那第二个发型我们要短发，看看是不是？哎，不是，就是啊，不是，没关系，我喜欢这个，明明就是你自己看。它在上面不然比较肥掉。好，我们把它涂满颜色，只要涂满了。那刘海应该要黑色的。没关系，我跟林学都喜欢变紫色头发。
我们拿来这边。等一下来做一个紫色的短头发。哦，我想要长头发，因为我是长头发。又没关系。再来，接下来我们要来做短头发。短头发，短头发。首先短头发。这短头发上部。好，接下来我们要接下部咯。再来下部是。好，我们的短头发弄好了。这个凹凸不平我懒得剪，所以我就直接把它剪平行。早就知道做平行就好。那你会做帽子吗？帽子，帽子我可以啊，不过要等一下再做。不过要找芭比色系，就芭比的色系。这个刘海也太长了，我直接把它剪掉。好，再见，我们也要合体的步骤。我帮你开灯。好，谢谢。不过我已经有灯了。我来开哦。黑吗？我脸会黑吗？好。会呀。再来。哪有那晒黑？多边剪掉。咱就抓短头发。那我们要帮短头发涂上颜色。好，红色了。目前把里面涂颜色。好，涂好之后我们把多出来就擦下。好，这样就好了，跟长头发一模一样。好，那我们的头发区就只有两个。那我们的头发就直接放在，就直接做一个小东西，做一个小盒子。可能为大家会有点爱的。还 OK 吗？ OK 的吗？ OK OK。好，再来把这里，我要把它。妈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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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这只是对你对你分享，等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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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是吗？还没。功课要改。好，再来呢，我就把它放下去。放着之后，我们在这里贴个红点，然后在这里进入我的红点。是一颗一颗的，但是我也想要有一颗。妹妹，妈妈叫你。头。好，再来我们要来做的是设计衣服在前面，所以我们就不做。那接下来我们要做的是鞋子，我也不做。小心丢了菜头。丢。我是可爱的宝贝。吊饰，好，那这样做好之后，我们直接在这里画一个超大的红点，红点，这是红点哦，大家不要误会。功力行变弱啊。红点，然后巨大的字头。好，把它拆开就好了。发，再把它描制。这是这样子。
大家看到了没？想看的自己按暂停看，或是换大转。好，那给大家看一下。好，想看的人自己暂停看。一，好笑，刚才那段。我那个 B 的意思就是演了不该演的，就是讲什么脏话之类的，大家不要误会。哎，哦，好难哦 ！Oh my god, baby！首先我们要来做我们的小小的一个化妆台，看你要怎么做就怎么做。那个虫子啊，虫子而已，我才不会在影片里打东西，那是打蚊子，帅不帅？嗯哼哼。小妈妈说你快不快洗完了呀？洗完了。好，接下来我们要贴个红点。Oh my god! Oh my god! 我要把涂这个不知道的 blah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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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颜色，所以就不会出现在这四种包包里面。那我接下来要来涂上颜色，不要涂蓝色好了，蓝色不好看。好，我们涂爱心的粉红色，满满人爱。哇，这是什么？GoPro。下面我就不涂了。然后我们要帮这个人做一个还有个吊带，然后呢？他真正的衣服是黄色的。好，那你有涂他脸吗？脸不用涂。接下来我们要来做他的床，还有他的枕头，要来做他的床了。好，床就这样。来，等一下用尺来做好。7到24、25之间，这边是10到0，随便画一颗抱枕。好，将人偶进得去，可以盖被子。那我们的被子专门来做图案，涂上我们的爱心。你喜？不止你要爱心，其他的种类也可以，你想什么样的被子都可以啊。你们又没有规定，这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规定，在学校、法院、警察局，还有这世界最严格的规定，就市长的规定。可以来做什么好嘞？还有续集哦，希望我的影片记得帮我一个喜欢，还要记得订阅我。那我们影片，那我们今天下次见，拜拜！记得看续集二，二就会做完喽，拜拜。